谢谢，好感动哦。但是人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得奖的是陈雅兰，嘉宾歌舞台王，恭喜。本剧结合电视动画的视觉，并未割裂传统歌仔戏的精神。陈雅兰的唱腔与身段是观赏的重心，平笑嗔怒都是戏，造就了歌仔戏的成功转型。太强了，雅兰姐，这真是新中奖太疯狂的历史的记录了。谢谢，好感动哦。但是人家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嫁给我好，我娶你。不好意思，因为真的太激动了。感谢文化部，感谢今年的评审，愿意肯定一位戏曲演员这么努力的走过这一段路。那不好意思，因为怕超时哈，我稍微看一下，这是史上第一位女演员入围金钟奖最佳戏剧男主角奖，并得奖获此殊荣。因为史无前例，所以呢，很多媒体采访，我曾经一天接受过七个采访，我来者不拒，因为我希望透过各个管道让大家看到歌仔戏这三个字。那采访的内容呢，大部分都是说我对歌仔戏的执着跟坚持，但是斗大的标题都说我卖了三栋房子拍这部戏。真的，这三栋房子是我这三十几年来努力工作省吃俭用赚来的，但是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愿意为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原生剧种全力奉献。